吼，一个大龙虾，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哎呀哎呀哎，看一下这个，哎呀哎呀，刺手啊，哎呀，哇！来，今天晚上要把你吃掉。老婆在做什么？牛肉啊，要配菜。好，我们今天用的是一台索尼的 ZV-1， 一个小小的相机来拍一下。这个姜好贵哦，姜差不多有龙虾这么贵了。如果按公斤算的话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姜是60，龙虾是70哈。现在现在这个价钱就是这样子了。这个煮龙虾需要用这个吗？哎呀。哦。我们姜是要用这个啊。好，我看看在搞啥。这个米呢，我要提前2个小时，先放点油跟盐，给它泡开。然后2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就先放冷水去烧，然后熬一个锅粥底，先让它熬开。开了以后，我们再关小火，先让它开。好，龙虾。虾哥。嗨。你不要吓到尿尿哦。吓到尿尿。要先放尿的。对啊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帮你放个尿，然后我咔嚓咔嚓嚓。喂，来了。好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哇靠！哇呀！哇呀！好，现在要跟他放尿，他。哎，是怎样？来 ，Come on！ 你不逼我！好，又再试一试。你要抓紧一点哦，把它放平在那个。我要抽抽！老公累累啊！啊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等我来。那你拍我哪里？那屁股那里不是有一个线吗？哪里？这里啊。对呀、啊。这里。对呀、啊，你小心他放尿屁。啊？嗰度啊，呢度咪条线咩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抓紧点哈，这个头。哇。唔得噶，他这样会摆腿的，你要压着腿上，屁股在那边。什么屁股在那边？水要这边要尿尿的嘛。哦哦，水这边这样子。反过来，嗯，那我的手不对啊。等一下我，哇，他的这样子放在这里，翻过来，这样子不行，翻过来，对，他的放下来啊，放回砧板头上个，对，放下来啊，放不下来啊，我的手他那个，哎呀，我抓着他了吧，要么对，要他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我压着你，好，捅他屁股，好，捅他屁股。就是咁。哎，我把照相机拿来。有尿吗？没有。没有尿啊，他已经拉完尿了。可能是。他在下面已经把尿都拉完了。啊，现在捅到了。没有尿了吧？是，刚刚已经尿完了。已经尿完了。好。哦，这你确定你可以？
哎，可以哦。啊，拧不开，好，哎呦，它刺我了，我靠，把它砍断它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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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来，后面还有一点，来来行，哎哎，这里是，哎，出来了，还有一遍，哇靠，可以了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很抱歉，小哥，真对不起啊 ，I'm sorry。Sorry about it. Don't worry. 我会好好的吃你的啊。Sorry, I'm so sorry. So sorry. 对不起。砍下来先。哦哟，还会动哦。这些就可以来煲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小心手。好，我们搞个简单。这个好大只啊，这个龙虾，真的一个手都没抓不到它。这些全部都是肉来的哦，对，哇，好多肉啊，这个鳃要去掉，对，我把手套戴一下，哇，厉害了，嗨，哎，嗨 ，Good morning，My morning 咯，小露露起来了，你的 message 什么号？我打电话给我，哥哥，哦，哥哥，嗯，呀哈哈，哈哈。这个那个鳃要去咗佢嘅，系啊，要剪干净佢。呢啲我哋唔要嘅，呢个我哋又系唔要嘅。我们等一下砍好再来洗，现在先把它清理掉。但这个龙虾很干净的。嗯，这个很干净哈。嗯。就是很脏脏的那种，都很干净。Sorry， 哈哥。谢谢你为了我们的大餐付出。哎呀，这个龙虾，我要看去哪里抓一个。你快点拿个寿司米过来，点啲豉油我俾你点嚟食，好好食啊！哦，好，好的。我拿个酱油，我沙比在这里，我沙比在这里，来来来，我们搞点龙虾刺身，试一下哈，先第一次哈，洗干净给你吃，好的，绝对好吃，好的，来来。拿个小碗装一下。第二碗。好。老师，你可以带他出去吗？他现在在搞我的东西。
这个龙虾刺身，搞一点啊酱油 wasabi 芥末。哦呦，哦呦，来，你先吃，我先砍。肯定要给老婆先吃啊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不要太多，太辣了。太辣了。嗯。太辣了吗？太辣，吃不到鲜味。嗯。好吃啊。嗯。Very nice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还要吗？来，是来欧洲，没有，你吃，没有来欧洲。嗯，好像那些甜虾一样哦。嗯，是有甜虾的味道。好吃哦。嗯。哇。怎样？哇。很鲜，很甜，是不是？不用做了，我们直接吃就行了。要拿点虾头啊，然后煮这个粥就。还有一个脑，等一下我们挖出来。来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我要拍。嗯。等一下，把这个。等一下。哇，这个肉好吃，你看。这里有一个脑袋。这个是脑。你要把它挖出来。这个脑呢，其实可以拿来蒸蛋，就是怕比较腥，它是很鲜甜的哦。嗯。蒸蛋是很鲜甜的，我们拿来熬粥。我们拿来熬粥吧。哎呀，好大个！我靠！哎，那个汁要这样爆一下，哎，把它弄出来。厉害了！哇！哇，这里还有一块肉，嗯，但是那个肉连着那里的，那就不吃了。没事，那这个我们砍一下，那个壳等一下一起爆粥。好。你要不要摆盆了？等一下。不用摆盆了吧？那我就砍了。Yes， 我有。那还是很多肉的。很多肉的，它里面你看都是肉，这些不要浪费，龙虾全身都不要浪费。龙虾本来就是很贵的食材啊，但是在澳洲的话，它只比姜贵一点点啊。这里的姜真是超级无敌的。哎呀，哈姐，妈咪讲讲吗？啊，妈咪讲讲吗？哈哈，冇咗啦，乐怡，裤子都没穿，刚啊，哈哈，冇咗啦，哈，妈咪剪咗咯。哈哈，你头先玩咗哈哈系咪啊？现场好混乱，比较混乱，因为切龙虾是真的是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，要小心手啊！只要它的壳呢，好硬的，那个壳好硬啊，这个要小心哦。嗯，好的，我先收拾一下，然后等一下继续。